因为 UP 雷射它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反黑。什么样的人病人比较不容易反黑呢？通常你的皮肤比较偏比较不容易反黑，因此我们在设定能量上的话，也会依据个人的程度来做调整。大家好，我是晨曦皮肤专科诊所杨兆景医师。今天呢，我们来讨论痘疤治疗的问题，以及 UP 雷射在痘疤上的应用。我们长痘痘会不会长痘疤，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你这个痘痘发炎的时间是不是很长，通常发炎的时间越长越容易长痘疤。第二个呢，是你发炎这个痘痘是不是很严重，这个痘痘如果很大一颗，化脓啊、囊肿，它也比较容易长痘疤。那至于说为什么会长痘疤，皮肤受伤之后呢，它就会进行一个修护。那修护的过程中，我们就会产生胶原蛋白来把皮肤来填充起来。但是因为它还持续的在发炎，所以这个胶原蛋白就无法长好，因此呢，皮肤就会产生凹陷下去。这个凹陷下去就会形成我们皮肤不均匀的状况，就是所谓的痘疤啦。以常见的凹陷型痘疤来说，我们可以分成三种形态。第一种呢是属于滚轮型的痘疤，皮肤这样凹一个洞，凹一个洞，凹一个洞。第二种呢是比较深层的、比较顽固的，我们叫做车厢型的痘疤，它就像是走到一个悬崖这样掉下去，然后又再爬起来。第三个呢是这样一个洞一个洞往下深，像一个很深的井，叫做冰凿型的痘疤。在治疗上，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治疗。UP 雷射是一种计划式的飞梭雷射，它能够破坏掉痘疤下面的构造，造成皮肤产生新的胶原蛋白来填平。那至于滚轮型的痘疤和车厢型的痘疤呢，我们通常在治疗上，我们会使用皮下剥离术，把下面的这些纤维啊粘着的地方把它松开来，松开来之后呢，再使用 UP 雷射来做局部的这个施打和加强。至于有的人问说，为什么冰凿型的痘疤对 UP 雷射的反应来讲效果会比较慢呢？我们雷射在打的话呢，是一条一条线的往下打的，很难刚好打到这一个凹陷的凹洞，可能会打到旁边的组织。因此像这种冰凿型的痘疤，我们需要针对每一个冰凿型的痘疤去个别的做处理。我们最重要需要考虑的就是这个病人的肤质，因为 UP 雷射它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反黑。什么样的人病人比较不容易反黑呢？通常你的皮肤比较偏白的，比较不容易反黑。那如果你的肤色本身是比较暗沉的，可能就比较容易反黑哦。因此我们在设定能量上的话，也会依据个人的肤色以及反黑程度来做调整。UP 雷射呢，它有三种的模式，因此可以对不同的凹陷型痘疤来做运用。简单的说，可以分成深层的模式和浅层的模式。深层的模式呢，对于一些比较深比较顽固型的凹疤来做它的破坏和重新生长。浅层型的模式呢，就是达到比较表皮的浅层，帮皮肤做一个全层的磨皮，因此皮肤会变得比较均匀。那还有一个呢，叫做非常深层的 SCAR FX 的这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呢，通常啊，我们会用在比较肥厚型的疤痕。有些人的痘疤它是属于凸出来的比较肥厚型的，这样子的话我们雷射必须要穿透到比较深层才能够瓦解这个痘疤。因此最常用的其实是深层模式搭配浅层模式哦。通常我们在设计上呢，会建议打4到6次，每一次的间隔啊，大概4到6周。经过每一次能量的调整和个别痘痘的加强治疗，最终呢，我们会期望达到7到8成凹疤改善的效果。常见的包含有外擦的 A 酸、果酸焕肤、皮下剥离术、直接疤痕切除术以及填充。当然还有 UP 雷射的飞梭治疗。痘疤因为有各种的形态，黑色的痘疤啊、红色的痘疤，这样子的痘疤使用果酸的焕肤，它的代谢就会比较的改善。对于像是一些比较深层的下面有一些纤维组织的车厢型和滚轮型痘疤，这个时候我们只打 UP 雷射，常常长回来了之后又凹下去，长回来之后又凹下去，所以你要把皮下的纤维组织化把它给剥离掉，所以皮下剥离也是相当的重要。而且啊，有些人在剥离之后，你适当的填充一些胶原蛋白增生剂啊，或者是玻尿酸的填充物啊，也会让凹疤恢复的比较快。因此啊，痘疤是搭配各种不同的治疗，针对痘疤的形态以及个人的体质来做设计，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人工皮通常贴1天到2天就够了。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前一两天因为人偶比吸满了组织液就要换掉，吸满了组织液就要换掉，有点麻烦，也可以就是做其他的涂抹药，然后小心的不要让皮肤碰到一些脏污啊、空气啊，或者是化妆品、保养品等等。那这样的情形呢，到两天过后之后就开始结痂收干，然后这样痂皮的期间呢，大概会维持一周左右。这样的修复期大概抓个一周就差不多了，因人而异，有些人快的话一两个月就退光光了，有些人比较慢的话甚至要半年到一年才会退光哦。这是因为它还没长回来啊。 UP 镭射是一个破坏重新生长的过程，所以有些人在破坏完的时候会觉得凹疤好像变宽了，或者是好像被破坏的更多了，好像变明显了。通常生长经过大概一个月啊，甚至六周啊，更久都不一定，所以我们必须在回诊的过程中观察生长的情形，再决定下一次的能量与治疗。疤痕要长得好，它需要自己的营养以及减少胶原蛋白的破坏。如果在过程中你喜欢抽烟、不吃东西、没有营养 ，UP 的治疗效果啊就会打折扣哦。痘疤的治疗通常需要一点时间和耐心，我们把痘痘控制好之后，花一点时间把痘疤整理好，这样子才会还给我们一个健康而又美丽的肌肤。OK， 那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观众们。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